白宫风云前情提要。川普当总统忙里偷闲，英国发生恐攻，他还有空跨海骚扰伦敦市长。川普以为别国发生恐攻，正是好时机推销他的穆斯林禁令。即使人家已经告诉他，最好别称呼这个法令为禁令。不过他是谁呢？他是川普，川普谁的话都不听。川普想要借着与联邦雇员温娜开战来打击泄密行为，接着他跳入卡达外交危机的一团混账里。我们的意思是他在推特发了几篇文啦。不过如同所有煽情的肥皂剧一样，猜猜谁回来了？是科米。国会为了挽救收视率，决定让科米上台报告。川普无法评论，因为他在忙。不过幸好我们还有小川普，最后川普还是放弃原定计划，给科米老兄来个惊喜拜访。好吧，其实他没有啦。别走开，精彩的还在后头。